今天我们来玩弹跳棋，每人八个小球，谁先摆出卡片上的形状，谁就赢了。你先来吧。嗯。嗯。瞄准一点。你也抢我的地盘啊。嗯。我也抢你的。我才抢你的，你抢路。啊，把我堵住了，这就不好了。我还有一个啊，马上就成了。啊，又堵住了，我又把它跳到这里。那我就可以了。哦，看我的。哎，我赢了，最后一颗。